想出去画画，可是要带太多东西了。这个就是便携的绘画套装。裁一块纸板备用，这四边用刀轻轻割出线，这样对折起来。外面用彩纸包装一下，饭盒上裁块塑料片，贴到这里当做调色盘，然后裁张这样的纸，贴上透明胶带，把圆镂空，吃完的药壳粘到这里，再这样组合起来，固定到这里。用完的眼药水瓶放到这里当储水盒，再做个笔套粘到这里，用夹子夹上画纸，最后装入颜料，迷你便携颜料盒就做好了。浅浅试试，效果怎么样？加一滴水，沾些颜料，就可以开始画画喽。在调色板上面调色也很方便，用完了用湿巾擦一擦就干净了。也可以打印一些线稿，夹在夹子这，就是便携的涂色本喽。趁着春暖花开，带孩子一起到户外画起来吧。